继续来关心宗教方面的消息。农历八月初二是家己信奉亚圣诞，庙方今仔日上午依照古例举行水晶猴信奉尊神祝寿大典，由家己市长涂新体担任主祭官，市议长萧淑丽、前市长黄炳辉、立委李俊业以及家己地区众多宗庙代表以及，并且由家己女中舞蹈班演出及服务，场面庄严隆重。至今超过300吨的固定古迹嘉义城隍庙，在昨上午由嘉义市长涂省铁担任主祭官，市议长萧淑丽、前市长黄炳辉、立委李俊业担任副主席，以及嘉义地区各宗庙团体等代表以及。首先由嘉义女中舞蹈班学生穿着固定舞衫，献上顶啊曼妙的祝寿舞，举手移步之间散发顶啊天然的风采，增添真侪喜庆的气氛。祭典进行的仪式全程遵循传统古礼进行，包括进传、行初献礼、行阿献礼、行终献礼等。由庙方共读祝文，主祭官和仪祭人员饮福酒，圆满礼成。城隍庙董事长赖永川表示，在昨下晡举办的上逢夜巡朱老城活动，已经成为嘉义市独特的宗教文化盛事。今日更感谢各界代表热情来参加祝寿大典。今仔日是今年八月初二哦，上皇爷讲的圣诞千秋哦，啊，受到各界安尼哦，真济拢来今年，阮老拢来遮来参与上皇爷讲的圣诞安尼哦，啊，非常感谢各界安尼吼，啊，非常感谢吼，我代表咱诶董事会吼，嘉义城庙董事会吼，感谢各位啦吼，啊，咱会使讲。祈求国泰民安啦，风调雨顺啦吼，事事如意啦吼，啊，生意兴隆啦吼，啊，真啊，大家拢平安大赚钱哦，啊，谢谢各位啦吼，感谢，非常感谢吼。建庙在清康熙五十四年，西元1715年，受封为水晶侯的嘉义城隍爷尊神，唔呐见证嘉义人文历史，更是市民的信仰中心。今日嘉义城隍尊神圣诞祝寿大典为早起6:20举行，包括市府团队民意代表李林长、嘉义各宗庙等祭祖城隍庙埕参与祝寿大典。城隍庙表示，除嘉义各地有大宗庙外，这次祝寿大典也有来自新加坡、台湾各地的宗庙团体，而城隍庙也会持续将悠久的历史传统、艺术文化资产发扬光大。新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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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